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瑶。我是怡。大家看我的身形啊，就知道我对很多美食啊就是难以抗拒啊，像那西的麻啊、炸鸡啦、啊、炒饭啊，还有披萨、啊，一定都还很难抗拒的嘞。我去到餐厅啊，我看到这些食物有在哈，我就会想要试一试。超烦啊，那些那么一定要挨嘅。必挨啊，需要先。我知道你们都是这样的。最近啊，我就有看到一个网络爆红吃法，是关于 cheese 的。病都会抗拒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试试这个网络爆红吃法，芝士薯泥瀑布。我看到它在配那个韩国拉面啊，哇！流晒口水啊！真系冇办法抗拒。我搞唔到肺就系呢个猪队友。哇！呢啲叫咩？牛唔饮水，唔敢乜牛头低。我只近啲啫，即系近啊，即系黑嗰啲咁样。你有听过出淤污泥而不染吗？你出嚟叫啲字句出嚟。我是有墨水的嘞，真的是。OK， 我们就先拿我们的材料出来。这样的材料啊，就是非常的简单了，就是要用这个罐装的薯片啊，还有一个摩擦雷拉芝士，还有韩国拉面啊。韩国拉面夹半斤肉。好的啊，然后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只要把这个弄碎，加买一个摩擦雷拉 cheese， 加热水裹一裹灰，高温就得了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再配上这个韩国拉面哦，好正。咁我哋就嚟开始咯，我们就先把这个薯片弄碎，咁嚟开始。下低嗰啲咧？应该而家冇咁多噶吧？摇一摇先，等别人啲先，戳翻啲上嚟，给一点时间啊。你看它大概现在啊还有半罐左右啊，再弄碎一点应该 OK 了。碎完是碎完了啊，但是我不确定啊它够不够碎，还是要再多一点。碎。然后呢就放我们的摩擦雷拉芝士，同它一样咁多的比例。我哋目测它是半罐嘛，我哋就要差不多放满去咯，到呢度咯。目测，它大概到这里，目测我们就放到这里哦，差不多咯。真的是摸嘴了。得噶啦。我们是专业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晒烟不晒烟？啊！晒烟不晒烟？冲过去！喂！哦，我抹了，坐直。哎，我差不多整包进去了喂。我觉得够了吧？那么多了已经。那么多了啊、哦、！Cheese 的分量呢，还有那个薯片的分量是1:1，然后就加热水啊，热水就加到它们的2/3左右了。一流啊！啊，一流一流嘛，大颗大颗啦。然后我们就盖着它，我们等一分钟，非常简单那个。等了一分钟过后，我们再搅拌。哎，这个方法其实有点接近上次我们做那个 super ring 的 omelette 打入去，然后用个水去煮啊，呢个有少少相似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一分钟过后，我们就打开它，疯狂的再搅拌。好靓，好靓，嗯，哇。这个拉丝够孤立耶，但是不可以让它冷啊！我唔知入边搞匀开未耶，睇唔出咧。先食一啖先咯，我俾你试一啖先。啊，先咬一啖仔呀你，你睇你嘴。咦，你嘴仲有啊？点讲咧？啲牛奶太劲嘅味。系喎，食一啖先。好好食喎！好食啊！大啖啲，会唔会唔够啊？你睇，我唔知啊。头发，黐咗喺度，黐咗喺度。OK， 我觉得这边已经 OK 了，我现在要赶快煮那个韩国拉面就可以了。上次这个、哦、给我滴棒了，现在它是椭圆形啊。之前就是有一些兄弟讲到啊，你们在客厅里面煮东西啊，味道会不会很重啊？其实是会的，不过我们有姨会做吗？没有问题啦。现在的话，
更加不用怕，因为我们有 Lowoy Core 400S 空气净化机。 Lowoy 的 ARC 独家配方啊，有助于分解家庭异味，像是烹饪啊或者是宠物的异味，而且活化碳过滤层啊，将除臭能力啊提升了60%，就可以让整个空间啊更加的清新啊。你不要看它小小台这样啊，它是美国销量第一的空气净化机品牌，它的净化能力啊真的是很强，去除主菜的味道啊是其次啊，主要就是帮助净化空气中的灰尘啊还有细菌啊，能够改善鼻子敏感。它另一款宠物专用款 Vita 系列啊也是很好用，在 Shopee 还有 Facebook 啊都是有非常多的好评，那些毛发和异味啊都可以搞定，就没有这样容易过敏了。 OK， 我们讲回这一台 Lowoy Core 400S 空气净化机，它是有三层过滤系统的。我稍微稍微先 OK 转开，这个就是它的 filter 啊，像第一层呢，就是隔掉比较大的颗粒还有灰尘，还有像是头发啊、宠物毛发啊、衣服纤维等等的。然后它也可以延长 HERPA 层过滤网的使用寿命，确保啊更小的颗粒啊有效被净化。第二层呢，就是 HER13 级别的 HERPA 滤网，它就可以过滤掉啊 99.97% 空气中的病毒啊、细菌啊、花粉啊、霉菌啊、孢子啊等等的，就有效改善啊空气中的质量，特别是那种容易敏感的人啊。第三层呢，就是活性炭过滤。它能够去除空气中的异味啊、烟雾啊、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有害气体，然后它也搭载了激光灰尘传感器，就可以准确的检测到空气中的质量。蓝色就是代表 good， 青色就代表普通，橙色就代表空气质量不好，红色就严重了。不过一般上啊都是很少看到红色的，除非真的是很严重才会的，或者可以看这个 PM2.5 指数。如果你放 auto mode 的话，它会根据空气质量调整净化的风速，空气干净的时候啊，它就会自动小风就省。再配上强大的 Vortex Air 3.0 技术啊，增加空气流通，一小时啊可以净化400立方米的空间，大概就是整个楼下啦。所以放在客厅啊，或者是房间啊，都是非常适合。你可以通过 V-Sign L 啊实现远程开关，还有设置时间啊，或者查看家里的空气质量啊，还有滤网的寿命。像这一台空气净化机啊，真的是蛮值得入手啊，主要就是功能不错啊，而且价格亲民，一台只要859。现在使用我的 promo code 啊还有折扣，再加买 Shopee 促销期间的18% cashback。包车啊，入手价少过800，性价比超高。如果你在找这一台空气净化机的话，真的可以考虑入手它啦，让你和你的家人在家里啊更舒适、更安心。哎，啱啱好啊，勉差唔多几号啊。搅拌均匀。漂亮哦，这个真的是带足够多嘞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煮多一包来吃。我觉得不够热的时候，你可以加回那个热水，再给它有那个粘性。现在我们再放这个紫菜。哇，很漂亮呢！哎呦，一大大鸡巴屎！你看那个麦香，哎呦，我食哎呀，嗯，很好吃，但系有啲辣。来来来。我俾个 cheese 给你，哇！配到那个 cheese 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很赞。一般上啊，莫扎雷拉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那它就结合了那个薯片的调味哦，变成它就很够味了。然后再配上那个辣面的味道，哇！真的好正啊！呢个 cheese 也冇办法令人抗拒，只是单吃那个薯片那个 cheese 哦，也是 OK 的咧，我觉得。然后那个 cheese 有综合了那个辣面的辣度一点点的，会不会有少少那种薯泥那种沙沙的感觉，真的好吃，这个非常推荐大家去试试。嘿，芝士步步薯泥。哎，姐姐给我多一点点水，我怕我的面都顶不住。你先吃了先，再去找水。我不敢呢。可以啦。第一次吃是麻辣面，第二次啊，有 cheese 会比较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这个好吃哦，会很辣吗？会。你要只是吃 cheese 吗？有没有薯泥的感觉一点点？我要喝水呀、啊。嗯。他都讲很多嘢，我快要半死了。这样我可以吃这个吗？可以啊，不给你尝试。吃啊，吃买了。有没有像薯泥？
好吃吗？你的样子怎么没有觉得好吃这样的？如果是用那个大包啊，那就比较好吃哦。包装啊，包装嗰啲有啲咸咧。佢中意包装。嗰啲有啲死咸嘅感觉。但佢中意包装哦。所以到时候用来做给我啦，我还要吃多一口咧。我还要吃多一口。嗯，全部都给我。啊，全部给你。想吃、啊。先买一档先。嗯。全部给你，你可以吗？多吃。我们吃哦。哇。咁勁嘅你原來，有 cheese 比較好吃，是不是？嗯。那麼好像看到一直硬塞硬塞啊！你的嘴唇哦，好像很紅啊！你看看一下前面。還好啦，沒事。喝点水就好了。只是我觉得做这个姿势步步数你，不要买大罐，买那种小罐的就可以了。等一下要、哦、怕太多的话你吃不完，因为现在我们大概还剩这样多嘞。我得会煮多一包米粉两包，像这个网络包红吃法真的非常推荐给各位，无论它是单吃哦，也是非常好吃。再配买这个韩国拉面的话，真的 OK。如果你是不能吃辣的话，有点难的，我们讲，我再放些点辣椒哦。对。哎，这么一直喝，我都还没有喝嘞。我要辣死了都。你又要吃这样？好吃吗？OK 啦，这样这一次的网络爆红吃法就到这里啊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也去我们的 FB 海岸去看看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不辣嘞。灼亲啊你。有被辣到的。再煮多一把。我先食晒佢，但系个芝士有啲唔够热啊。OK， 上面嗰个比较唔味啫，而家 OK 啲。哦，正，你冇点样食到嘅？食，你都俾咗两啖我食嘅。那个刺手真的是很邪恶。帮我妈食，哇，嗯，好食。呢个真系正，你懂我，懂我。